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你可能听过智能手机、智能家居，但你可能没有想过电网也能变智能。最近，新加坡宣布要全面推进智能电网建设，并与区域国家展开能源合作。这看似只是电力行业的技术升级，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新加坡能源转型进入第二阶段，从过去的去碳化转向系统智能化。这不是简单的更换设备或装更多太阳能板。 而是要用 AI 自动化甚至数码孪生技术，让电网有大脑会思考。新加坡要打造一个更智能、更有韧性的电网系统，让能源系统更高效、更安全。根据国际能源署，到2035年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为全球电力行业每年节省高达1100亿美元。这不仅是对能源经济的一场革命，更是打造绿色未来的关键。那么，新加坡这场电网智能革命到底意味着什么？一起来看看。 过去十年，新加坡的重点是让能源多元化，比如引入液化天然气 （LNG），推广太阳能，参与区域电力互联。但如今能源来源已相对稳定，下一步的关键是如何更聪明的用电、调电、管电。来看这几个关键词：AI、数码孪生、自动化。这不是科技噱头，而是智能电网的三大支柱。AI 可以预测用电需求波动，比如在下午四点，数据中心用电暴涨，电动车充电潮来临时。 系统能自动调整电力分配，数码孪生则是建立一个虚拟的电网模型，提前模拟台风、设备故障等情况，让电网能先演练再应对。自动化系统则负责维护和风险预警，确保电力不中断。这意味着新加坡不只是用 AI 优化能源，而是让 AI 成为电网的神经系统，让整个城市的能源网络能感知、学习、决策。换句话说，未来的电网不只是供电，而是会思考的国家基础设施。 如果说智能电网是新加坡的内功，那么区域能源合作就是它的外延。国际能源署 （IEA） 理事会会议首次在亚洲召开，就选在新加坡，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。新加坡正在成为亚洲能源治理的桥头堡。比如，亚西安电网计划 （ASEAN Power Grid） 正推动东南亚各国电力互联，而新加坡正是其中最积极的推动者。新加坡还与澳大利亚签署能源合作备忘录。 未来有望通过跨海底电缆引入清洁能源，构建真正意义上的跨国能源网。这标志着能源安全的逻辑正在改变。过去我们讲能源独立，但在气候变化与区域互联的时代，真正的安全来自能源共享。新加坡正在把自己打造成区域电力的中枢节点，让能源不仅流入国内，更能在区域层面形成网络。这种互联格局也为新加坡在区域事务中赢得更大的影响力。 很多国家在谈碳中和时，重点在减排，而新加坡正在做一件更具前瞻性的事：把低碳与智能结合起来，打造全新的能源治理模式。这场转型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：低碳、智能、互联。低碳确保绿色发展，智能确保系统效率，互联确保区域安全。这样的组合效应将让新加坡在未来的能源版图中占据独特位置。一方面，智能电网能吸引更多。 绿色数据中心和 AI 企业落户，因为稳定清洁的电力是他们的命脉。另一方面，智能化的能源管理系统也让新加坡成为能源科技标准的制定者，而不仅是使用者。换句话说，从碳中和走向智中和，是新加坡让能源转型与科技创新并轨的关键一步。所有这一切的核心，就是智能电网加持的人工智能技术。从外界看来，智能电网或许只是能源系统的技术升级。 但对新加坡来说，它是国家战略的数字化延伸，AI 调度、自动化维护、区域互联，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更宏大的目标：打造一个能自我学习、自我修复、自我优化的能源系统。它不仅让电更稳、更绿、更高效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让新加坡在区域能源格局中拥有前所未有的战略主导权。未来，当我们谈论能源安全，不再只是有没有电，而是电是否聪明。新加坡正用行动告诉世界。 在 AI 时代，能源不仅是物理资源，更是数据驱动的国家智能。这是一场关于未来的革命。从电线到算法，从能源独立到区域互联，新加坡正在重新定义能源主权的意义。如果你和我一样期待一个能源智能化的未来，不妨让我们聊一聊，你认为人工智能还可以在哪些领域改变能源行业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， 请记得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朋友。我们每周都会带来最新的科技和能源动态。你的支持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